阿达，什么事情找我啊？这么急？说话啊。什么事情啊？我突然忘记要跟你讲什么了。少来。餐点都到齐了吗？谢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绑马尾的女孩。什么？哎，你还记得小珍吗？之前我刚好遇到她，她说很久没见了，想约我们出来聚聚。小时候，那个永远坐在我前面绑着马尾的小珍，喜欢她好久了，却怎么也不敢告诉她。就这样毕业之后，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络。然后我记得我们是约十点半，啊，就是现在，走，现在。哎，哎，来追我吧。奇怪，他说约在这啊，该不会是等太久，先走了吧？他还会来吗？小珍，不要躲了，赶快出来！他在那边。确定那是他吗？非常肯定。对了，你还站在那边干嘛？我，快去追啊！